然后所有的道具什么你知道啊？对啊，所以我说我去，你说你去吗？我不要去了，我不去了，你现在去吧，要不现在换一下吧？不已经跑培训完了吗？那你不是会吗？我就不不不不不不，我不会，我只是知道。那你要不然帮他一下？我给你做，我给你做，我来给你做，我来给你搞这个直播流程。真的吗？对呀、啊，都需要啥嘛？我就知道费劲。你现在前100单是送5斤橙子。那、啊、你这个贴片就是啥时候就是结束了你就可以下掉，你这个你可以也考虑不下掉都可以。我们现在整个直播一个半小时是吧？对，你看一共11个品，柚子茶、腊肉和那个牛肉礼包，一共3个礼包嘛，那不就应该是4、8、11吗？然后我们在雪茶和辣鸡腊肉之间会有一个那个抽奖。